自从前段时间鼓起勇气和喜欢的人搭讪后，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，从每天的一起下班回家，到后来的无话不说，我们每天过得都很开心。可是今天他的情绪好像很低落。哎，彤彤，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老好吃的店了，我带你去呗，可好吃了他家。我真是还想吃。那晚上那不得吃饭吗？没啥胃口。他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。彤彤，来，就是你心情不好就喝点这个甜的，喝点甜的就好。这他家新出的叫什么草莓摸摸，挺好喝的。草莓波波啊，波波啊，行，你说啥是啥。那个心情不好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你把手伸出来。看啊，就教一遍啊。你干嘛哈？不是你干啥呀？你抓我手干啥呀？哎，你这个人，你看这还有人呢，耍流氓你！你小点声，耍流氓！哎，这人耍流氓！我早上心情好点没啊？流氓！有病！有病！不是你咋了？你跟我说呗，我分享一下。嗯？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么难说。哎，我晚上睡不着，早上起不来，然后迟到了。迟到了咋的了？就是说我被当那么多人面。啊，当这么多人面说你，这有啥的呀？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当鞋垫的。真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别老想我。你想我，你说你晚上睡不着觉，你第二天你起不来，你这事儿你还赖我，你说这个，以后少想，知道吗？记住没？记住没？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应该？我那个，我就那什么，让你往里走点，那个。后边就有车啥的，不安全。有车，有车，就是不安全。你看，小车上来了。